路。佢去咗華納 family 嘅家。係啊。係啊，其實頭先喺台下嘅時候咧，有一少少嘅尷尬嘅，係啊，得翻我一個人喺度。咁但係今次呢個 show 我自己係真係好期待，因為自造星之後我都冇好少機會啦，可以同個 MC 合作，而大家都係咁中意唱歌，又係由一個 busker 去出身咁樣，咁所以今次喺舞台上面可以俾到機會我哋兩個有機會 crossover 咧，我自己都幻想到個火花係可以好勁嘅，我自己係啊。係啊，唱得一首咯上次，今次就成個 show 啦，咁就開心啦。傾緊有啲咩歌數？好早其實已經傾緊啦，一知道有呢個合作嘅時候，已經主動即係揾佢，我話喂，不如我哋早少開會傾定啲細節啊，有冇啲特別嘅環節我哋想加入佢啊？咁仍然構思緊嘅，但係希望就即係早啲開會，早啲 come up 一啲 idea 就可以做得好啲啦，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有些 地方應該可能需要時間練習的，那我們就看看早點可不可以練習一下，或者舞蹈的練習舞蹈的練習來說呢，今次我們看看個歌 list，即係你知道啦，我們要唱起歌上來即係太多歌要選的嘛，即係看看精不精彩啦。平時大家都見得多了，今次看看有沒有機會啦，再少看我們兩個這個 combination， OK？ 你呢？有沒有興趣啊？我們當時比賽真的跳舞。我們就是 B4 那時候跳舞給人看咯。是啊，真的。大家真的這麼期待嗎？是啊，想看上過之後的。看看有沒有機會。是啊，我覺得真的，是啊，就是表演最重要要好看嘛。是啊。如果我們認為，哇，那部舞，有部舞在那裡真的好看一點，那我們當然會加入去。嗯，我們不介意的，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不抗拒不抗拒。那你的歌嗌的歌，我唱歌從來都不嗌的。OK， 不是講笑啫，講笑啫。因為我哋兩個的歌其實本身都已經很難唱啦，咁所以今次希望會有啲對唱的環節啦，即係有啲多啲 crossover 啦，即係唔好淨係自己一個人哦表演自己的歌就算啦，咁。始終呢個是 crossover 的 show 嘛，所以可能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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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咯。佢都唱過我嘅歌。我曾經唱過佢首《狂人日記》嘅，咁我覺得唱過之後，我就因為咧，我都認為即其實可能有啲歌咧係會，即嗰首歌本身一聽你就知道已經係屬於個歌手一高音錘嘅，咁所以我覺得我玩過一次咧我就足夠噶啦，即可能試一下其他歌。係啦，即係出咗好多新歌嘛，係啦，咁所以可能係試下佢嘅其他歌咯。有咁佢嘅歌嗎？我好中意佢好多歌㗎，即係佢所有歌都喺我 playlist 上面。認真認真，係啊，我想試下啲 R&B 嘅嘢咯，即係因為我好少唱嘅。我記得嗱，佢唱過《反對無效》啦，係啦。我自己本身嘅歌係好少呢個種類，咁所以希望有一 part 係有機會咁樣 crossover 咯。好啊 ，yeah。咁我哋自己其實咁中意唱歌，你話唱幾多場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呢啲大會安排嘅，我哋都係交翻俾大會啦。即係至於幾多場嗰啲，我哋控制唔到噶嘛，係啊。完咗 tour 之後就積極都係諗緊呢個 show 噶啦，係啊，同埋嚟緊六月都會有啲表演咯，咁樣咯，係咯，即係 KK Boss 啊，好多唔同單位嘅表演咯。咁當然係期望係開到嘅，咁好想將自己一直諗嘅 idea 都分享俾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聽咯，咁呢個一定期待嘅。咁聽講佢好似近排做緊啊嘛，咁希望遲啲自己都會可以分享多啲音樂俾大家唔同世界各地嘅朋友咯，係啊。其實冇㗎，我哋 so far 即係傾開會嘅時候都會係喺透過電話溝通嘅。嗯。係啦，咁所以未一齊食嘢嘅，係啦，咁但係我諗都會有呢個時候㗎啦，係啊，咁同埋
即係佢都好忙啦、啊，咁我哋就難約啲嘅，係啊。誒望完啦，啱啱完咗 tour 啊，係啦。健身啊！啱先摸佢個手臂，佢大隻咗啊！大家都大隻咯，咁。係啊。我覺得係強身健體必備噶啦，呢啲嘢。係咯，係咯，係。你咧？嚇？唔係因為。唔係因為我最近發現咧，其實身體好啲咧，對唱歌係真係有幫助噶。嗯。係啊。咁所以就更加應該要做多啲運動，就順便減埋佢。有冇少少外賣啊？哇！我都有㗎，其實我不過冇停過，其實。冇停過。係。冇停過，冇停過。因為但因為我發現咧，只要你 keep 住有做運動，你 keep 住正常嘅食量係冇問題嘅。咩啊？哎，同意啊！係啊。睇開咁 fit 就知啦。係啊，咁所以除非你真係要收水啦，可能喺 show 前啊，我就會可能減下食。但其實不吃又不行的，冇即係冇個心情啊，冇力啊，心情啊，冇氣唱㗎。係啊。係啊。但係一齊開會真係會死唔會的，我哋都係有自我哋自律嘅人。係啊係係。食少少咯，係嘛？係食少少。見到我最近好勤力寫歌，其實都唔係最近，係之前啦，咁就。嚟緊嘅專輯即係都將會推出啦，啊唔係冇咁快嘅，即係會啱啱推出完一個，會 plug 下歌咁先嘅，咁、okay, okay. 但係就有好多都係自己嘅作品啦，係啊，即係希望出嚟嘅迴響會係好啦，大家中意啦。咁啊，最近係咪演過誒最正天花板？哦，唔係，咁純粹我係咁啱見到佢出咗一套電影係。我上一首歌裡面的其中一個元素咯，所以很 surprise，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一直很喜歡那套電影的，所以很想快啲在銀幕上面看到咯，係啊，唔係有合作的，唔係有 crossover 嘅，係啊係啊。有少許的了解咯，咁我據知佢哋而家係。好像是選緊下一屆的 FC 嘅，係啦，咁希望成件事會順利咁樣進行啦，因為我都一直都好擔心佢哋，其實佢哋要處理好多嘢，即係除咗自己工作啊，跟住之後又要處理我哋抽好多時間出嚟處理我哋嘅嘢啊，咁所以都真係好辛苦佢哋，希望佢哋快啲可以解決到而家遇到嘅問題啦，咁。是咯，冇啊！我覺得越多即係當有好多人嘅情況下，就必定會有是非噶嘛。咁應該即係我唔知道，站在第二個人，我覺得都係因為你越嚟越叻，越嚟越紅啊，越嚟越多聲音咯。咁一定會有正反噶嘛，自然會少。係，咁希望佢哋快啲解決到啦。又不算很擔心的，我都是一直以來都是做好自己每一個作品、嗯、是最前提咯。他們愛你就可以了。是的，多謝他們。公司都有幫手的，是的，希望件事可以快點順利進行咯。 Thank you.